生侮辱世人，为了正义出生入死的义侠廖天兵，在行劫仗义的过程中，伊兵忙也想袂到，一摆开始日本新兴特工队的成员之后，特工队的队长山口智就带着四代高手对日本拼来台湾，要甲廖天兵讨命。山口智上，咱大日本帝国有你这队新青特工队，我这个警察厅的厅长稳当当的啦。廖天丁，敢一定会来咱行馆？这个大贼狗，只要听到行馆内有藏大笔的钱，敢那亲像猫啊，闻到臭臭味一定会来。那安尼，我一定要死在我山口智的新青之下。对不对？我已经注意新的警察厅，昨晚已经运来啊。内面有二十万的日本警察薪水，等咱去提。二十万？但我今仔一定算钱，算到手脑着。这个正门方位较强，等位城门迄搭落去，就再通新的警察厅后尾门。行。喂，进来。加安静。我们后。小心点，段，小心点，段，你小心点。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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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段
大姐，受烫伤了。杨叔，今日爱就爱吧。啊，你来无怕爱，要先先看啦哈。一本计算是给你抓的，还是叫医生看？我是无话。谢谢你。哎呦，夭寿啊！安内变成安尼啦哈，无安尼先来走转来你身顶。啊，阮大汉就讲啊，这身顶警察厅内底有一笔钱，阮也想要去遐看转来，谁会知去甲遐中计？阮大汉为了要救我所中计。哎呦喂！母啊，啊你有熟识哦？甲哥哥医生无？医生哦，我来想看卖咧。我看恁两个人哦，暂时拼车拼几工啊啦，哈，吼。哦，这伤痕真严重咧，血流这么济啦。你明仔早去两下，早早去转来给伊补补咧，吼。对啦，阿爸咧。啊，就去河尾去恁二叔阿遐啦，照顾恁二叔啊。照顾二叔。安喏。二叔是安怎着？啊，就叫日本人给伊抓去拘留7至49天咧。哎呦，转来吼，阿婆生一个人哦。啊！日本人是哪要掠日籍啦？哎，啊！咱日本人欺负咱台湾人啦！伊若要甲咱掠吼，咁一定都爱有啥物罪心。大汉，大汉。哎呀，阿伯，哎呀，阿兄，来，赶紧穿几件，咱走来见啦，赶紧坐车。好，行，赶紧啦，来，坐车，坐车啊！来，再请你。好，阿姐，请到。有啦，多谢你，哎，我这边啊，这加工站乌骨鸡有够紧张。乌骨鸡，听你。来，请好你啦。多谢，哎，这边啊。阿姐，你看。哎呦，好啊，那两个边的啦，哎呀。阿姐啊，我找这加工拢是上好的。你袂记得甲我讲哦，这个加工拢是上赞。哎呦，我也毋是要填补用的，我是要带孙媳妇拜堂用的。崔明珠哦，快当较早甲我早生贵子无？哦。叫你去找一只吼，安尼较水、较臃肿的、有够重的加工。啊，你规人拢甲我提来啦，啊，内底也有加暖伫咧里面啊。是啊。我伫咧想讲，加找几只虫互你拣啊！哎呦，袂用啦，袂用啦，只拢无够价啦！你甲我找只较水。啊？哈啥？紧去找啊！好啦，啊好啊，斗跟。袂啦。老太太，我搁找一个啊！来，你紧看卖一个。哎呦，老太太哦，你有看无啦？这个皮肤哦，因为你不白头发，身体哦健康，到做工袂骨内臭，长腿目睭哦哇嫩嫩，一支鼻哦照亮的，这嘴哦面色骨袂大，是拄拄啊好，这哦要做恁乡下这个顺心妇哦吼，是我够体面的啦。啊，看你甲看，哦，这个脚床倒翘翘翘啦，哦圆骨大哦，哎呦，连这哦物仔是安尼，无底吹啦，这也是啊啦，哎呦，我是要拜堂用的，催我明珠啊，快会当早生贵子无？啊！你讲讲遐济无路用啦。是。你今年几岁？姓啥？叫做什么名？住伫咧倒位？我姓刘啦，我叫香梅，17岁，住伫东。17岁，安尼拄啊好。阿彩啊，就是伊香梅。有影哦，老太太哦，你哦确实是有眼光啦，敖算，香梅啊。我紧甲老太太说多谢，紧讲啊，多谢。阿彩啊，是，明仔载是好日，我会派人吼去下订。啊吼，加工啊，若选好势吼，我就随时完婚拜堂。多谢老太太。安尼，假使讲无代志，阮就先走啊吼。嗯。孙家。小雅，你好。嗯。你等下。哎，阿玲，啊，银喜。
我甲你选个新妇啦，隔两天就娶入门啊。我都爱要有囝，就先娶新妇，安尼敢好？什么咧？唔好，这嘛是爱你好呢。为着咱乡家，有缘是咱客人的风俗习惯啦。看崔公明珠啊，会当早生贵子，生一个孙和婆无？安尼我唔才对咱的祖先啊有一个交代。对啦，人无阿彩啊，较早嘛是甲家公拜堂，过顶两年尔吼，因大家就生一个后生，互伊做翁咧，对无吼？对啦对啦，少爷，恁阿娘讲了吼，正确的代志。阿娘，这种风俗我无赞成啦。安尼对娶一门新妇吼，无公平，你知无？嗯，但你咧讲啥？啥物公平唔公平？啊，蒋家是你咧做主，我咧做主。为着咱蒋家的香火，就安尼决定，找着家公，随时官婚拜堂。啊，老太太，那假使讲无啥物代志吼，我就先来走吼。嗯，多谢哈，多谢。阿哥，请看卖咧。哦，我这只鸡赞呢，阮阿姊看到一定足介意啊。喂，李生，这只鸡吼，我观察恁当啥物人介意，这只鸡我先选的啦。哎，要唔我即马鸡伫我诶手头咧啊？喂，这人真哪办呢？你敢嫁还我啦？哎，少年的呀，啊你是目睭无睭，我没看呢。你知影我是谁无？我观察你啥物好汉子啊？哈，好啊，汉子。你出去拍人家，拍你先啦，不讲拍人应该啦。是他小子，你啊！你来帮我吃困啦，大哥，大哥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哥，啊，做啊，我找你啦，别走，听我送，气看嘛。啊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你若安尼讲啦，你是阮爸甲阮母的救命恩人，阮母足欢喜的。阿哥，阮母吼去替你找医生啊。这个伤口，我给你来了伊啦。无用的，这个伤口足严重，你若家己来吼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对，你先退咧啦，你先退。我伫街顶要甲你报，伊哥，我是来吃几工啊？三工啊！你哥啊，你哥啊！对，一定是阮母吼，替你找着医生的。我找看卖，街顶你甲你啉吼。是安怎啦？哎呦，袂输去哦，颠颠着，规人安戆戆啦。你袂记哩哦？伊就是迄细汉阿姨的查某囝，香妹啊。
香妹，你就是香妹啊！十几年无看，真正拢无同款啊！吼，我会记得你较早爱流爱哭爱流鼻水，佮爱跌落。是啥物风来吹来吼？啊，就安尼啊！我伫个街仔吼，看到伊伫个买胭脂啦，我毋则甲伊带转来。啊，咱大家吼，遮尼侪年拢无见面啊！是安尼啊？啊，遮侪啦，侪啦，遮侪遮侪。免啦，我爱紧转去，我阿母咧等我呢。安尼啊？啊哈！遮条件要怎？我煞袂去甲你讲啦，人乡妹吼，明仔载都要嫁人安尼。啥物啊？啊，咱两只拄见面尔，你就要嫁人啊？无啦，我是讲，那遮紧就要嫁啊！哎呦，无法度啦！啊，都向嘛因老爸吼，一年前过身去啦，啊，即嘛因老母吼破病偌严重呢，啊，无钱通医啊，那只有吼收骗金来伫咧治疗因老母的病。母啊，啊，即种代志你咪用早甲我讲，我会当甲向妹斗相共啊！哎呦，啊，今日吼来无丢地啦，去无小时啦。有路无处啦，出去甲放箭，搁还捡着，我是要安怎找你啊？阿姨，表兄，我真正要转去啊。啊，安尼好啦，啊，较小心着，啊，转甲恁阿母讲，讲过两天我去甲伊看，吼。好，阿姨，我先去等。哎呀，哎，母啊，阿香妹是要嫁予谁？我听伊讲哦。新郎还袂出世啦！啊，还袂出世是哪个？啊，就讲哦，查甫迄边哦，掠一只鸡公代表做新郎啦，还要甲香妹拜堂啊！啥？香妹翁是鸡公啊？香妹，查某囝仔人吼，是敢若菜籽命的，大汉哦，就是爱离开爸母，爱嫁人。就是讲，乡下嘛是无方便个，你的大官吼，是一个做医生的，做人阁好。你若是嫁去，一定有好日子让我过，安尼阿母就放心了。杨梅，阿母在安尼哭，拢是阿母。也嘛，只身躯的病咧拖累，你来看较开咧。我想讲后摆有好的日子让我过，安尼生就好。阿母，讲你哦，我一世人伫甲一只鸡甲过日。阿母吼。有去庙求签诗啊，讲恁大家吼会替你生一个红婿，你袂晓歹命，一世人做一个单宫妹。天上乌云。
你卖，前门口要到。阮母讲啊，只个囝若找一个叫阿青的，伊就会当替咱找一个较可靠的医生来治你的病。小可你卖。耶！看到有人在娶新娘呢。哇，多一间遐呢，这么气派的，敢嘛是香妹？香妹，伊是啥？哦，啊，就阮表小妹。妨碍我的公务，我就把你抓起来枪杀！啊，嗨！不，我叫做赵兴发啦，我是地方的保长，啊，算起来咱拢是家己人啦。是嘞，是嘞，是嘞，啊啊，永远不识泰山啦，是你妈生，是你妈生！啊，你娘嘞！啊！阮阿姊都甲我讲，今仔日是好日嘞，哪会偏偏去撞到这鸡鸣鸟爷啦？哎，你讲看啥啦？来，来来来啦，加找回来就好，紧回来拜堂啊！行起啦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行行行。天寒朦胧。
大家甲听好详细，聊天顶今嘛一个新竹城内，各城门拢爱甲封锁好势，无同反正不准出入。大家小巷上上细细的所在，不管是我，只要聊聊聊天顶，奖金1000块。嗨！ 有么呀？故宫啊，来看你啊！故宫啊，伊也唔捌甲你安尼，大概面对面看一个相识。来，故宫啊，看下。哦，有水，有水都对。哦，实在我阿姊妹啊，足无意思啊！安尼甲我娶的某吼，哦，打算搁早死啦！你看，伊家己娶的新妇、孙媳妇，哦，大家安尼陪我，安尼又又咪咪白包包。 有影，阿伟讲我对阮阿姐遐尼好，啊，啊是讲小妹啊，啊我嘛替你足不好个咧，你安尼嫁予这只家工，啊恁大家会生一个互你做翁无，大家也阁唔知呢。我看规矩安尼吼，啊，故宫啊，对故宫啊来走，吼，故宫啊带你来呀。哎呦，那这你是要几万？你是要咩鬼啊？那你来遮，你唔要出声的，安尼惊一个安尼。 啊！阿姊啦！啊对对对对对对！阿姊，你走来这房间喏。啊，我，我是伫咧烦恼哦，我是伫咧烦恼。烦恼啥？你咧烦恼，我正伫咧烦恼。你还知影，你是我的小弟，是香华的故宫呢，是人的师大。 好心无雷针，阿姊，我是在。好啦好啦，免讲讲遐话无，你是我的手指大汉，你尻川几支毛，我看现现的，你要做啥，我也知的，要唔去客厅，就好人客。好啦好啦，小等下。阿姊啊，可是安怎啦？以后不准你来新娘房，最时代爱有时代的款，知无？阿姊啊。 你唔通安尼定定，甲我当作秘书参呢，我先甲你讲遍咯。人工上面若出什么代志，我是无要插无。你，大喜的子，啊讲这款的歹彩头话，无采我自细汉安尼甲疼惜、甲牵肠，讲话要去。阿娘，阿娘，你着莫生气啊嘛，啊哥哥的重点是无了解啦。嘿啊，杨梅啊。 来，阿妈，我来讲，伊就是你的大官。大官好。阿姨是你的大家。大家好。对，今仔开始，你是强家的，爱守强家的规矩，袂用甲恁的老家歹规矩规个早早对遮来哦。是。这只家工，就代表你袂出世的红婿，知无？知影。 你念一遍我听。这只鸡公就代表我卖出世的红婿。对，今仔开始，你就要好好照顾这只鸡公，一直到你的大家生出你未来的红婿为止。
一切袂用有啥物差错哦，知无？知影啦。你甲这只鸡，的命是甲做伙，鸡在人在，鸡亡人亡。啊，我阿姊吼，实在有够无意思啦。踮在阮卫生啊，伊翁仔要头前安尼甲我闹开，我好心甲斗找结工呢，搁甲斗带孙媳妇，伊安尼拢无甲我洗多些啊，我吼有影，真个足无价值的啦。是你这痴迷鸟爷，你在讲啥？我是在讲死的啦，死的啦！你是保证？嗨，白阿罗，嗨！规警察厅的人拢在找廖南平，你做保证，正经代志唔帮，饮甲醉干嘛？白阿罗，嗨！死你妈死！死你妈死！死你妈死！什么消息？报告，我的廖南平啊！廖南平，接到，他就为中国人一边走过来。什么时阵才会生一个囡仔？我讲要一世人拢等袂着翁，咱若是等着，啊等伊大汉，我们老啊，你敢要嫌我？敢要不爱提我？Woo!
代志啊？我拄则常常听到你房间内底有人在叫呢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无代志啦，是我无说你哦，代志伊安尔啦。哦，啊无代志，我来休困啊。哦。表兄。龙妹，你哪里在做啥？我头拄仔过来遮，这是我的新房啊。哦。阿彪兄，你来伫咧遮啦？阿姨是啥人？伊哦，伊我结拜倒来啦。哦，阿姨伤啊足严重的呢。阿恁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外口哦，敢若足侪迄日本警察咧抓人呢。龙妹啊，咱是家己人，我才甲你讲，你袂当有袂讲。好啦。伊就是正人要抓，玉兰花抓天顶啦。嘿，我都明明快走对家来，敢讲聊天顶会陪你种地哦？我肯定聊天顶伫咧这内底。唔对哦、啊，这是阮阿姊的厝呢，这是因后爸门呢。安尼上好，鸟鼠也真有够。恁两个担只顾嘞，村内人送我去同去吧。你着赶紧做嘞，大爷啊！表兄，天气遐烧到遮厉害，是要安怎啊？即嘛，咱赶紧找着医生，都害了了。大爷，表兄，无安尼啦，今日啊吼，恁着先咪在遮。啊，明仔载透早，我再想办法哦，去找医生，好无？安尼敢好？啊你？哎呦，外口即马遮侪日本警察要抓恁，啊即马天气遐，搁昏迷不醒，恁是要安怎走啦？无好啦，龙妹，多谢你。开门啊！开门哦！开门啊！这么严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拢弄到甲变变叫安尼啊！阿华，少爷，弄门弄到安尼，阿少爷，我才拄要来开门看卖者。我看卖。是。志焕，三更半夜什么人在弄门弄呀？入去，我要吵死。阿都，你来创啥？掠人。掠人？嗯，我本来无犯法掠什么人。阿姊，嘿，阿未困了。歹势，甲你教养。心烦，伊才做嘛解路尔，哈！三更半暝，带遐尔济警察夜情弄入来甲厝内面，阿姊是倒位得势哩啦？爱情乎你钱，要爱偷咯，四界去共人拜托，乎你一个保障住。今仔是恐吓大喜的日子呢，你带人要来抓人，啥物意思啊？你要歧视我哦？阿姑啊，你是真乱来呢！哎，阿姊啊！冤枉啦！冤枉！你人甲恐吓地欠不灵，搁咧喊冤枉？那无啦，阿姊啊，阮真实是要来掠人的了。要掠什么人？是要来掠志远呢，也是要来掠我？不是，拢不是。阮，你是要来掠这个聊天钉啦？聊天钉？对啊。阿姑，你是讲叫兰花聊天钉？是啊。你死囡仔哩！那阿姊你怎跑啊？怕你，怕你头壳歹去。咱家要哪有聊天钉？有，我确定聊天钉就伫你恁家。第三人。阿姐，阿姨就叫做亚麻库吉桑啦，是这个警察厅的厅长哦，范大桑对日本请来这个刑警长哦，伊专工要来抓聊天钉的哦。日本来？嘿，亚麻库吉桑，阮乡家是善良百姓，甲聊天钉绝对无关联的。你若不信，你也当问阮阿姑，你也当做证啊。不是我怀疑，是我咧抓聊天钉的时阵，发现伊参伊细汉的二姑的，走去恁后埕入来，所以我要来搜查这个所在。什么人敢反抗，就是参聊天钉共党的，做伙了起来。
反抗，就是参廖天鼎共党的，做伙了去啦！枪！心烦，你看你，你看你啦！啊，是啊，歹势，歹势，我公务在身，我来道歉，歹势，歹势。阿婆，阿婆，阿俊，对伊看卖，你食鸡公，唔通去拍着惊去。好。要小心啦。阿娘，你伫笑啥？现在细妹啊，才出入门，也都有人入来咱家，你要掠了天顶，天顶，天顶，天顶入门，安尼就是表示吼，明珠得要有心呐。这是阮阿姐的房间啦。哎，点么去上？点么去上？这间房间是啥个？阮未成啊，志远的房间啦。哪有这间有钱啊？志远是医生的。杨妹啊，啊你厝的问题，你咪用早甲我讲，我会当存一寡钱，互你替你解决问题啊。啊，你看你即马啦。叫伊只鸡公做啥物等浪漫，我都毋知影恐吓吼，是变倒一出来啊！你叫鸡公，伊新妇就生后生，骗笑的，我连听都毋捌听过。娘，哎呀妈呀！我明仔载吼，我找医生来看阮大。我摕一寡钱予你啊！要创啥？创啥？甲恁老母啊，共收个骗金嘛，摕去予人啦！你啊，袂要逐工哦，甲即只鸡仔只过日子啊，做你个等浪漫啦！袂赴啊啦，一切拢袂赴啊！是安怎袂赴？安怎讲？我已经拜堂完婚啊！杨妹啊，你即摆是甲即只鸡公拜堂完婚嘞，毋是甲人嘞，好啦。讲做办公会也是，我面具表兄，你外口什么社会惊透透？我甲你讲啊，甲家公哦，安尼拜堂完哦，是无人要承认，你知无啦？表兄，啊，我知啦，欠小兄钱哦，这是应该啦。到时咱钱也还伊哦，看敢搁甲你拆价落百无？这是我的命啦。你来先讲。你去去面找我嘛嘞！干么找我嘛？房间是谁大？大姨，这是阮今仔日拄入门的小少奶奶。哦，爸爸，找我廖三丁，敢是过来人呀？哎，大姨，这新娘房呢？你别莫别入去啦！白狗，就算讲天皇的房间，我嘛要进去，是啊。